那个平常我们抓娃娃经常会遇到爪子很松的情况，针对这种问题啊，聪明的网友就发明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抓法，名叫甩爪，通过不停的摇晃爪子让机器晕头转向，最后再利用惯性的原理一击必中啊。后来不少商家也吃了不少亏，发明了一种固定爪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不能移动的爪子。那么近期我又看到一个视频是针对这种固定爪，徐浩这个技巧也是百发百中。到了啊，喂，哇，这一面都是娃娃，哇，今天你真好看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哎呀。哦，这好像是固定爪，这甩不了爪，哎，先试一下。固定爪也有技巧，它是右上右上左下右上左下，好，朝前的时候按，这段剪掉，这段剪掉。教科书籍教学，我都不用回头看，直接中。哎，啊，我加中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看到没？这口气垫一碰就下来了。看好了啊，教科书籍教程，那我们只要轻轻一抓它下来了。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杀！啊啊！夹我手！哎，这不我前女友吗？抓这个，抓这个！往下手，坐。哇，寂寞寂寞，哎哎哎，加两个，中中中中，我太难了。哎，乌龟，它乌龟头真大，比我的还大。我哇，就差一点了，就差一点。哎，抓龟头，抓龟头，抓龟头。哎哎，我操，无情啊。我抓了120，就抓了一个这个，这三个要好好利用一下了。120抓了一个这玩意儿，还是歪的，还剩一个币，留着下次坐公交车。